今天来到这边是 Bamboo Hill， 也就是 Duke Highway。OK， 旁边这一边的新区啦，有 Starbucks， 有工厂这些地方喝茶。然后呢，在这边会有一个新的项目，所以我今天就走进来看一看。OK， 在 Bamboo Hill 这边有一个很 signature 的 Glass House。OK， 在这里的右手边就会有一个工厂了。然后工厂的旁边这一边 ，OK， 就会有我们的这个 Property Gallery 了。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新的项目叫做 OK Bamboo Hill。 哎，对，我们现在进到来了，所以这边有很多 agent 啊 customer 在谈着。 OK， 所以我们直接切入正题。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一边呢。 OK， so after 它这边会有条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项目了，Tower A, Tower B, Tower C。 然后在这一边呢，它有三个 Tower， 大概是2500间。然后呢，它这边有 Retail Lot 在这边呢，然后这些都是 Residence 的 Car Park， 在 Ground Floor 到去七楼了。 OK， 所以这一边哦，它会有一些是转进去的 basement car park， 就是有 lower ground 跟 lower ground two 啦。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是有 retail lot 嘛，所以下面有两层楼是 for 那个 retail lot 的。在 tower A 这一边 A B C 啊， OK， starting 是 from 九楼到最高是50楼啦，然后51楼就会有那个 rooftop facility 啦。OK， 在51楼是会有 rooftop facility 的。所以这一边呢 tower A。B、C 只有三个 type 了 ，OK， 三个 type 分别为600方尺、740方尺跟900方尺了。然后呢，我们来到这个第八楼，第八楼这边是它的 facility，OK， 所以第八楼这边就会有它的 facility， 泳池啊，然后 gym room 啊，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大个的 garden 这样子啦 ，OK， so。它的另外一个卖点是在 Tower C 跟 Tower B 中间这一边， OK， 下面这边第三楼是会有个 Link Bridge 啊， Link 进来这个MRT 站，就是这个 Cantonment MRT Station 啊。所以它整个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问我哪一个 Tower 是可以看到 KLCC 的话，基本上 Tower C 是可以看到 KLCC 的。 Tower C 为什么呢？因为 Tower C这边看过去就是 KLCC 来的。 OK， 所以我们就转过来看一看。 OK， so 我们的 project site， OK， 这边是 Tower C， Tower C 就可以看到 KLCD view， KLCC view， 这边是 Tower C。 然后 Tower A 是这边直的嘛，所以它是看不到的。所以 either 你是看 facility 或者是看这边， Tower A 是看这一边呢， OK， Tower A facility 或者是这一边， Tower B 是看这边呢，就是这个跟进 view 啦。所以 Tower C 才可以看得到一个 KLCC view 啦， Tower C 才可以看得到。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 layout。 OK， 所以这是 Tower A 啦，然后那个是不，所以这是 Type ABC， 等一下带你们去看 showroom 嘛。Before that， 我们先看一看它的那个 location 先。So location 它是可以 walking distance to 这个 MRT 站，大概5站你可以去到那个 TRS， 第6站可以去到Bukit Bintang， 第7站就可以去到 KLCC 啦。然后它是这个 Duke Highway， so Duke Highway 这边是下 Ambang， 这边就是下 BJ 啦，所以基本上是蛮方便一下的。OK， 那我们现在去看 showroom。Okay， 所以这个环境是蛮漂亮一下的，因为有很多荷花，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去看 showroom 吧。Okay， 所以这一个就是它的600方尺的 showroom。 然后我们这里有包括这个 digital lock 啊。
所以呢，它是两间房，这里第一间、第二间需要一个 toilet，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 pantry 啦。pantry 这边是有包括 kitchen cabinet， 然后 digital lock， then after 它是有 aircon， 然后有 water heater， 这里是 freehold。所以每一个单位都是有这个 balcony 的。OK， 然后都是很大片的这个啊 sliding door， 所以这个是蛮贵的，因为它这个是啊蛮有隔热隔音那些的，很大片的。不然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它宽度是有十尺的这边，所以啊年轻人是很适合的。所以这个是它的 master bedroom。OK， 那边是 full glass 的啦，然后 toilet 这个是 share 的。OK， 所以在 toilet 这边呢，基本上你所看到的都有，只是啊、这个黑色这个跟这个镜子是没有的。然后这边就是他另外一个房间了。So, 它是属于2+1 OK， 2+1这个604方尺的，所以我们先去看它的那个743方尺的。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是743方尺，也就是说这个 toilet 啊不是这个 toilet 是 share 的，然后第二个这个是 master bedroom 了。OK，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Digital 也是有给的， so 这一副 kitchen cabinet 也是有啦，上下洗衣机啊冰箱是没有的，然后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空间了。 For living hall 也是有那个 balcony 的， so 这副墙是没有的，所以你的 living hall 是 from 那边来到这边，大概是有一个我们讲大概是有一个14尺啦，这整排是 living hall 啊，到那边后面所以才来到你的 master bedroom， 这是 master bedroom， 然后 toilet，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share toilet 啦， share toilet。所以这个是属于2+2了 ，OK， 两间房跟两间厕所，然后这是743学费的，所以我们去看最大间那个三间房的。所以我现在来到这个是904学费的。这里一进去它就会有 traditional layout 啦，它有个 bed yard， 然后两间房，另外一个房在这一边啦，它分开两边，所以中间这边是 dining 跟 living， 还有 balcony 啊。Here 啊，哦 ，OK， so 这个就是它 kitchen， 然后转过来这一边就是它的 dining 跟 living hall 啦。So kitchen area 这些是有包括了的，然后这边就是它的 yard， 放洗衣机在这边呢。Okay. So 它会有两个房，两边啊，这个是 master bedroom， 那边有两个 medium room。So 这边是 dining， 你可以做一个 breakfast table。So 啊、不错，它的 design。Okay。这边是有十尺啦，它的宽度。OK， 再看一看。OK，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是 master bedroom， 然后啊、这是 toilet 啦。OK， 然后我们就过去对面，那个是啊、两间中房。
所以宝可尼这边就是长这个样了。OK， 所、以我们已经看完了它的那个 showroom 啦， Type A、B、C。所以呢 ，B 跟 C 是两个 car park， Type A 呢是一个 car park 的。所以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开箱的这一个新的 project， 在于 Dew Highway 旁边这个 Bamboo Hill 了。拜拜。